邓玉，1337年至1377年，明代开国元勋，原名有德，字伯言，洪县及今天安徽泗县人。邓玉自幼聪明好学，稍长即怀平定天下的大志。邓玉少年时便随父兄抗击元兵，骁勇异常。16岁被推举为起义军首领。他足智多谋，身高体壮，武艺高强，每战均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奋力拼杀，援兵多不敢与之交锋，邓玉在军中威望极高。元至正15年及1355年，邓玉率所部投奔朱元璋，被授为管军总管，赐名玉，时年18岁。朱元璋为了统一江南，命邓玉与常遇春领兵自巢湖乘船南下，先后攻占牛渚矶、太平、溧阳、溧水、居荣、芜湖。元将海牙率水师集结于采石，准备进攻太平。邓玉出骑兵直捣敌寨，伏其精锐，又以小船两只满载柴薪，内藏火药，灌以油蜡，冲入元军水师之中，火烈风猛，满江红赤，元军大败，死伤无数。自此元军无力扼守长江，邓玉等乘胜渡江进攻金陵。原南台御史福寿督兵死守，邓玉等浴血苦战，终于攻破金陵，杀死福寿。后与徐达又顺势占领镇江、丹阳、金田、广德。朱元璋因邓玉战功卓著，提升其为广兴义元帅。17年，朱元璋又提升邓玉为枢密院院判。同年7月，命邓玉为征南将军，以胡大海为副将，攻取金德、鸡西、休宁，并乘胜攻占江南重地徽州。当时徽州城郭残破，守御之气未备，而胡大海率师攻婺源未回，邓玉身边只有少数士兵，情况危急，于是其激励士兵，明利赏罚，打开四门，布下疑兵计。苗军见状不敢入城，胡大海得到消息后，昼夜兼程赶回，与邓玉里应外合，协力拼杀，苗兵大败而逃。邓玉又先后攻占了婺源、休宁、延州，转战皖浙赣等地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敌军望风而逃，所到之处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，各地民众争持酒肉慰劳。22年，邓玉率兵攻占陈友谅所占重镇南昌，被提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镇守南昌，为朱元璋抽调兵力全歼陈友谅赢得了时间。消灭陈友谅后，邓玉又奉命先后平定江西南安、南雄、韶州、赣州诸郡。28岁的邓玉被提升为江西行省右丞，湖广行省平章，镇守襄阳等处，30岁任御史大夫。大军平定中原后，邓玉被拜为征戍将军、正总兵，平取江淮等地未归附的州县。不到2年，杭州、南阳、荆州、均州、商州、房州等地均归附明朝。洪武3年，朱元璋又任命邓玉
为征虏左副将军，协同徐达西征。邓玉率兵奋战元残军王保保部，斩首2000级，俘获王公以下100余人，士兵8万多，骆驼马匹辎重不计其数。后来又率军深入甘肃西北数千里，河西以西皆属明朝版图。11月，班师还京，因公赠开国府运推诚宣吏武臣，特进荣禄大夫，又柱国，封魏国公。从参军之事，食俸禄3000。10年，邓玉任征西将军，深入吐蕃腹地，招降诸国，开辟疆土数千里。洪武十年11月初9，邓玉因病去世，时年41岁。太祖朱元璋追封其为宁和王，谥号武顺，肖像挂在太庙中享祭。朱元璋追忆邓玉的战功时说：“有德随我22年，东征西讨，尝尽辛苦，镇守8州，有功无过，当撰文刻朱石上，以昭不朽。”朱元璋并为邓玉像题词：“天生元辅兮，辅我定乎9州，硕其功勋德业兮，实无人以可谋。垂零陵于尺伏兮，只与和悦而长留。”并命将邓玉的功绩载入《洪武功臣录》，以垂不朽。在今天南京雨花台西尾八路旁，有一座山高水长的石牌坊，这就是明朝开国功臣邓玉的墓冢。墓前置6对石瓮重石马，山上遍植松柏，禁止桥裂。邓玉墓神道石刻保存得较好，现在有神道碑、1对石马、1对马冠、1对石虎、1对石羊、1对文臣和1对武将。邓玉墓神道石刻周围修建了一些仿古建筑，便于游人休息。邓玉墓的神道碑的石碑雕刻很精美。1对石马与其他功臣墓不一样，石马腹下是石的，两边刻着精美的云纹，意为天马。邓玉墓的石虎和石羊造型颇佳，特别是石羊的造型得体大方。